是在高雄苓雅区的正义里，而正义里呢，这边呢已经开始进行投票，八点已经开始了，而这个民众呢都一早就陆陆续续来排队。那可以看到呢，目前呢民众呢就拿着他们的选票，而且呢是依序的进到这一个投票所里面来进行投票了。那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民众一早呢非常的踊跃，来到这里呢投票是非常非常的踊跃。那今天的天气也相当不错，看起来呢投票的这个人潮也是非常的多。那根据这个投票的这个规定，要带上自己的选票之外呢，还要附上我们还要带上这个身份证以及这个所谓的印章。那可以看到中正高工这边的投票人数相当的踊跃。那为什么在这里呢会被称为是高雄的章鱼里？这个里长曾经分享过说，因为在这个正义里，这个人口的分布呢，蓝绿的分布非常的平均。所以呢也可以在这个投票结果结束之后呢，已经连续很多年都是神准的预测这个投票的结果。那现在呢投票已经开始进行了，而稍后呢有这个更新的状况会随时为你连线。我们先把镜头交给棚内。